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十一月二十一号新中华新闻，我是林怡婷。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到，这礼拜六就是五合一选举的投票日，为了把握最后一个假日，国民两党候选人拢举办盛大的造势大会。民进党是用中央执政的优势，请来总统、副总统以及行政院长来助选。国民党是提出实际政策向选民来证明。选前黄金周，国民党甲民进党拢全力动员举办选举造势，并且伫咧北中化甲南中化分别举办团结造势大会。民进党用中央执政的优势，总统、副总统、行政院长不断下乡助选。国民党是请出新北市长甲台中市长来背书。乡亲的代志拖到选举的时阵才来做，安尼都袂赴啊啦！大家讲对唔对？对。这几年，好米的厝是愈来愈多，人口嘛一直在增加，咱嘛爱必须爱提早来规划，予咱的公共建设来配合咱的发展。大家讲对唔对？好米，我为大中来，啊，咱的侯市长更加。感动为新北市来，为着啥？为着要上上好的馆长王惠梅继续连任，对不对？有。甲大家报告哈，因为咱两个馆子小隔壁，也因此大部分哈贵宾进前，大部分的彰化馆长我拢捌，我嘛听会着。但是这几年以来，咱的彰化乡亲来去台中，拢卡讲，惠美是因看到这侪年以来上认真、上高做工课的馆长，对不对？对。民进党彰化馆长候选人黄秀芳表示，伊是山西的查某囝，惠美嘛是伊的故乡。今仔日现场看到真侪亲戚，现场嘛拢是家己人，拜托乡亲多收听。对，我甲各位乡亲士大来报告，秀芳是一个会当沟通，我嘛有连连来做咱所有咱的官民的这个付托，我会认真打拼，我会甲中央大家共同配合，因为中央有足侪政策需要县政府。国民党籍彰化县长候选人王惠美表示，伊是基层出身，一步一卡印，无分党派，实实在在为彰化县做出实际建设。让彰化县迎来全新的改变，全改变已经开始布局，还阁需要真用心的照顾，请乡亲予伊将遮会当起步的建设做好了。过去四年，惠美受到咱乡亲的疼痛，顺利来当选县长。这四年来，认真打拼。拄就任的时阵，咱就接到咱省知事，甲咱的这个公文，讲的建构咱彰化县。财政一定要注意，佮拄到两年外 COVID-19 的一个疫情，但是我讲有心，咱就有冤；有冤，咱就有力。四年过去了，咱的财政渐渐啊变好，咱的嘛度过了疫情。当然，在这段期间来，我特别爱甲咱的所有这个警消、所有的医护、所有的社政人员再次感谢。啊，无伫第一线甲咱看顾，都无咱会这么稳定的这个生活，嘛无法度像今仔安尼来做事。但是我想要感谢，就是咱乡亲大家的配合。四年前，惠美讲到改造彰化，翻转命运，最主要。是咱要为交通开始的改善，咱的土地要改活化，要引进咱新兴的产业，安尼才有法度，和咱的交通，和咱的都市，和咱的这个产业，达到我们三合一的宪政愿景。这段期间来，咱所无用的嘛是这个代志，但是同款。这个计划伊是爱时间的，咱会希望变成一个宜居的好环境。所以伫惠美啊过程中，咱有做十二大的这个建设，包括大家看无的污水处理厂，包括咱的这个我们的卫福大楼，我们的青年住宅，还有很多的部分，我们都一一的在努力在实现。
未来何美新港沙西一定会大发展，您讲对无？对。这是王伟立王馆长替咱效果，替咱效果，在咱大和美地区，彰化县第三立的国民运动中心以及和美大桥，拢要来做啊！相信咱这的乡亲时代拢有看，在咱和美这边投入最多的金额，数十亿加价，所以咱一定爱让王伟立王馆长竞选连任，您讲对无？你投票你敢那存口讲，选委会嘛已经将选举公报派发到每一位选民厝内，民众会当详细看各候选人的证件，用你的选出真正有能力的人。新竹华新闻李明宏何必采访报道。